八岁的钟丽缇积极备孕第四胎。尽管两个小女儿支持妈妈再生，但是20岁的大女儿 Yasmin 却反对。钟丽缇证实有此事，我的老大比较担心妈妈，但是我觉得人生要开心，要挑战，大家庭会更热闹。钟丽缇的大女儿是她与比利时男友所生，中文名字叫张敏君，目前在国外读书，身材高挑，眼睛妩媚且多才多艺，据说正在为向演艺圈发展而努力。